邮寄应该马上要关机了。好，邮寄关机。从目前的这个高速数据曲线来看，我个人的技术判断，我火箭应该已经是入轨了。但我们还是要耐心等待这个酒泉卫星中心对于这个轨道参数和这个入轨精度的一个判读，一个判断。已经开始这个拍照欢呼了，我们把镜头切到那边来看一看。哇！